绝阴数穴主要功效除烦解闷。穴位定位，绝阴数穴位于背部，当第四胸椎棘突下旁开 1.5 寸，主治疾病胸闷、心痛、心悸。掌握以下四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大拇指按揉厥阴数100至200次，每天坚持，能够治疗心痛、心悸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厥阴数穴5至20分钟，每日一次，可改善胸闷、咳嗽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火罐、钳子、棉球、打火机、95%酒精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钳子夹住棉球，蘸适量的酒精，用打火机点燃棉球，用棉球在罐内转一圈，以火罐拔取厥阴术，留罐5至10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缓解咳嗽、肩背痛等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使用刮痧板的边缘，用面刮法从上向下刮拭厥阴术3至5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胸痛、心悸等疾病。操作完毕。